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今天给大家带来回忆那个时候决斗场的游戏频道，因为来玩一下决斗场，现在用电脑端玩一下。电脑端有的控制应该能进步一些了吧？对方现在两个西冷哎，用西冷都能打中冷一，冷不错。还有一个阴字标哎，飞哎。他不打吗？他挂机了吗？哎，开头就遇到挂机，那也不错啊。不过这位怎么这么卡？看来有的会卡呀卡呀，很麻烦。电脑、手机上面都会突然会卡呀卡一下啊。直接开大招。一整连，哎，我们起来了啊！直接挂啊！鸣人一下也挺溜的。戦闘開始！飞过去冲！二技能，再连着普攻。这个鸣人就这么灵了，哎，这个会跑掉，也没跑，很快就解决了嘛，主要是挂机啊，遇到多点挂机就好了，因为我的六十分还没打完，还有二十几场，我们先把这些奖励领下来，领个冰刺，我们继续。遇到高手就不好打了，大头目、飞叶，好多都叫大头目的啊。大头目是什么？应该也是火影人的吗？这个不是挂机的，就不知道好不好打。戦闘開始。哎呀！哎，这下被我连到了吧？小样，叫你那么快用分身？哎呦，糟糕！再来，没分到。哎，错边错边了，飞起来。没抓到啊！这下也麻烦了，他开火啊！得赶紧跑！谁的啊？这下是把他耗死了。还有第一把能赢。戦闘開始！直接开霸体冲过去！这龙卷风真讨厌啊！远离老蛇区，哎呦！啊，死了死了！太不爽了，一下就被他干死了，太快了！那哨卡的速度也挺快啊！开霸体冲过去，他好。这下没风卷我了吧？开老师叫你再飞再乱弹，哇，他也招个鬼过来。哎，他躲在角落，踢。哎呀，还好他也错边了，一激动一激动就容易把方向搞混，走吧。就是现在，走你一下，躲在角落。刚才要跟我反抗，我还可能反应还没过来。啊，最后一个泳装的妹子，舍不得打哟。我，
给他躲开了。哇，他这么快开大招啊，没有问题是吧？我也连个大招怎么地啊？哎，糟糕，连不上二技能啊！大家都没技能，也就是很卡的。我还好能把他卡赢了。在电脑上玩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来电话什么就不怕了，没有电话的干扰，没有短信的干扰什么的，就可以慢慢这样子就可以。畅想打了，哎呦，麻烦了，遇到鼬怎么打？不过听说鼬被削了是吧？鼬应该会好打一点。好像刚才打了几次，遇到鼬，他的分身好像距离变短了。遇到鼬一定要先开霸体，走你！哎呀呀，开蛤蟆，唰！Oh no！ 不行不行，这把没控制好，直接被他虐了。死了死了，矮脸，哎，有没有我啊？我擦，这都能被他喷到。谁说又被削了？不是还很猛吗？对吧？这么猛。你先喷黑烟，我就知道你这家伙肯定是先喷黑烟的。哎呀，这个不应该换二技能的。不过他分身还是走路变慢了啊。OK 了，这个时候逮你一下，不能让你。哎呀，刚才想换大招卡了，我操！好坑啊，这玩意儿，关键时刻卡住了。刚才想换大招，连一个大招了，卡住了，没换出来。不、哦，这也能碰得到，紧张呀。电脑玩怎么也被卡的说，刚才都不会卡，谁死了？我死了。哎呀，我死了，关键时刻卡了。戦闘開始。啊！竟然把我吹进去了啊！哇，差死了，被他一串杀了。哎，这是卡的，真是的，卡到节奏都跟不上了。哎呀，信号也挺好的，怎么会卡呢？我就纳闷了啊。这二十几场怎么打呀？看这个，暂时先不解救吧。幸好有上上，跟他打一把。也是中等的，应该也是很溜的家伙啊。嗯，两个李洛克，他不带盾牌怎么办？来个李洛克战队的。戦闘开始。飞。啊，又卡了，又卡了，哎呀！咦？确实让你走那么远，肯定要做什么坏事，对吧？出，好嘞，没起来，先远离他，远离他，这个地方有危险。你动，你动，你再动。哎，抓到了，但是卡住了，卡住了，还好。走你！不打他了，反正时间快到了，还这么卡，刚才还不会的，突然又变卡了，我也是有点懵啊。走你！哎呦！走吧，你还飞？等着！我操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这下麻烦了啊，被他连死了。
我以为他是往下走，没想到他站在那里不走了，等着我过去是给他炸。你是个好坑的家伙啊，套路都知道啊。这个时候不运霸体挣个分身很危险的呀。你飞吧，我赶紧远离。下解决，这下他没分身，好打一点啊。下一把只要找准机会灭他就 OK 了。这个谁？哦，干事给交。等一下，哎，再来一次机会啊！哎，快跑黑豹！啊，错了，应该先换大招再连二技能的。麻烦了，没连带，没连带要等死了啊！刚才搞错了，搞错了，应该是先换大招再连二技能的。那还行还行，还来得及，还是把他给灭了啊！我们还是继续打一下决斗场，主要是完成一下任务。有22场，这两天把他每天打一打10场，也能把他打完了。哎呀，遇到蝎就不好打了，最好是挂机的。战斗开始。这家伙不挂机那麻烦了哈！我操，这什么招？为什么这么好运啊？我的蝎现在有20几片了。我操，这下一个出来了！我看我不需要打他了，直接趁着不动让他打得了，基本没有胜算是吧？一看就是土豪的人物啊！要么就是玩久了，玩了很久的大神，但也要把虐两下看一下，总不能让他打个关头的错。这么溜啊！啊，只能靠召唤来虐他两下。哎呦，赶紧离开！我操，这么远都能被他爆炸了啊！这什么鬼了？都飙一下，飙一下。怎么说要让我这哇操，这又被他破掉，这蝎子好溜啊！这我3个召唤、啊、基本上都用在他身上啊。1、2、3、4，还有一枪。哎呀，这一个都没打到，我操、啊！只要再碰他一下就死了啊。啊、不用碰他，哎，怎么还是我死了？我操！就是刚才稍微卡了一下坑。战斗开始。怎么说也要把他解决掉一个再死吧啊？是吧？解决掉一个说啊。给他打关头不好看啊。战斗开始。你再喷。你还想干嘛？你还想往哪里跑？再连两下啊，爽一下啊！哇塞！我擦，这个东西都招出来！我擦，最后一下被他卡住了，被他的技能卡住了。妈妈，什么好的召唤都有，当然连鲨鱼都有了。牛人就不一样，哎呀，你这想打2场胜场都不行。这谁木叶雨春？哎，这么邀请人家自己再打2场就好了。我操，带着一个鼬来打，3等3，你跟我打，我这不是被虐了？坑，太坑，打得不接受。遇到这么溜的，除了被虐还能干嘛？家伙这么卡，喷他！
走你！哎呀，被吹起来了！我跑，现在不跟你耗，你还跑？你再跑，你再跑一个给我看！哎呀，错边了！嗯，笑死了！等死了！一个大招就要换错边了啊！激动一下啊，位置换错了，然后去，本来能赢的招就给我搞输了，然后这样都没意思掉了。走你，什么招都换啊，不能被他的手下留头吧。走起来。哎呀，最后一下。最后一下还要开个血人眼线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肯定要先开霸体，让他又卡了，就知道这些家伙都知道我套路，肯定这么卡，我操！还好是卡死他的啊，要不然我怎么死都不知道。你开天照啊！我去，开虫子出来，真死了！可不让我好过一下啊！分身，现在分身没有那么快连了啊！哎呀，就是这个时候大招，我猜他开了霸体，哎。本来大招还想连死他呢，这下没机会了。这根本不好打呀，又卡又这样。就是第一个大招放在错边了，这下没法打。你开黑烟我就知道了啊，这些人都喜欢开黑烟啊，我麻烦了，没分身，只能被虐了。剩一个点来再说。我操！又卡了，你看，这卡的这样子啊，不应该这样子卡的，怎么会卡的？我就郁闷了，打得好好的卡的。就先打这个，把那个打赢一下，看一下。我擦，怎么都遇到这么溜的？这种阵容，哎，这种阵容只能被虐，非死即伤，要么团灭，要么是只搞他一个啊！我擦，这么快招就这么滚出来，走！哇，好狠啊他！小心点啊！这是撞倒的了，打到就是撞倒，打到就是撞倒啊！又卡！还好没卡死我。走起来！哎呀，这样还能解决一个奇迹！我还以为还都是玩虐，被他玩虐了。啊，不要卡好不好？我还开霸体都没开出来，这东西悬在上面很讨厌。你还不用分身？我操！
一个大招，我的信号这样子怎么会卡一卡一卡？反正打这个匹配就是会卡，打那个单机的就不会卡。我操，他都能打两次啊！我操，又给我解决掉一个。戦闘開始。哎，下一连我霸体都能打开啊！快跑快跑！哎，我擦！找准机会，给他一个大招！我不要这么卡！你靠，卡那么大招放不出来啊！我操，很坑啊！打死，这把打完不打？本来会赢的，都也被他卡住了，我操！对方可能也卡哈，信号也显示不怎么好。这家伙打完我就跑了。不过现在他分身是确实变弱了一点。好了，赢了赢了。那好吧，今天就先演示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我，在这里点个订阅给大家。